镜头转回台湾来看到烟花台风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，但在澎湖突然出现了水龙卷的奇景，让目击民众以为台风提早来报到了。在澎湖北海木斗屿的北方海域，大片乌云突然破了个洞，出现了水龙卷的奇景，海水不断的被吸入天上，场面相当震撼。澎湖气象站就表示了，水龙卷大部分都在夏季发生，但和台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